能不要管了，我不管你，我不管你会变成什么样。什么样？无家可归的人吗？对，没错，这一切都是你的，我这条命也是你的。沈少少，你不要太过分。过分？我过分？从小到大，所有的事情都是你替我安排的，你还不如找个听你话的人。 去演你的儿子不更好吗？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呢？你，周周，来喝点儿。 你人在哪儿呢？你给我回电话呀！你现在还服禁药啊？你出国就学会这个了？啊！你真是长本事了你！我本来以为你就是任性耍脾气，没有想到你现在你这叫毫无底线，没有职业道德。你人在哪儿呢？你别给我装死！我对你太失望了。
你为什么不回微信啊？你不知道所有人都在找你吗？你怎么还学会离家出走了呢？现在，你先跟我回去，说开了不就没事了吗？有什么好说的？沈周周，你清醒一点啊！你还想不想打球了？有人在乎吗？我在乎。你的梦想呢？说好的拿冠军呢？啊？你心里有气是吧？行，要不你打我吧，好不好？打我能出气吗？我要真打呀！还手啊！不敢还手是不是？这么废物吗？还手？不还是吧？你气也出完了吧？能跟我回去了吧？你不就是想去联大打球吗？我们回去，把这件事解释完了，我们就去联大，好不好？你还真吃药啊？这种比赛你吃鱼吗？你看看，你识字吗？盐酸蛇曲鳞片，适应症，焦虑症。所以，你说我回去干嘛？不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重要吗？周周，你怎么了？今天感觉你心不在焉呢？没有，我在想小时候的事。你记得吗？我们在溜冰场认识。10年前？记得呀，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跟个小大人似的，自己在那儿也不笑，也不过来跟我们说话。当时还以为你多厉害呢，结果一上冰站都站不住，一帮小孩围着你笑话你。怎么了？没有。这一晃，10年过去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10年后的我们，在干什么？10年后，男人嘛，32立。10年后的我们我不知道啊，但是10年后的我呢，肯定已经是个国际球星了。我身边跟我打球的都是国外的球员。所以，你是要走向国际？对啊，以后我们一定要站在更高的领奖台上呢。沈周周，我们一起啊。一起？嗯。一起去国际的领奖台上，一起打奥运会，一起拿冠军。怎么了你呀？好，一起，一起。Thank you.
别怕，以后我带着你。沈周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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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周周，周周，周周，周周啊！周周。干嘛？我给你带了个豆腐脑，出去，给我出去！给个机会，给个机会，可好吃了，这。爷没吃东西吧？我给你拆开啊。你闻闻，多香！闻闻嘛，尝试一口，真的很好吃的。我刚才都吃了一份了，来来来。吃份油条不？闻闻吧。嗯。你牙行不行啊？没松吧？好了，我吃完了。可以走了，你这就吃完了。我不走，我跟你说，我今天没什么事，我哪儿都不行。喂，啊，我找着了，他跟我在一块儿呢。行，找到就好。啊，那你帮我看看他。特别好，看着特别开心。你别担心了啊，不用理他，挂了啊。你妹！你哥有消息了？啊，陈哲说找到他了，他跟哥在一块儿呢。爸，你就是对哥太严格了。你不知道，哥住在一个特别破的小旅店里，不吃不喝的特别可怜。你说他以前哪过过这样的日子？行了，你不要去上课吗？去吧。嗯。去吧。那你别太担心啊。啊，那我走了。啊。喂。你能回来一趟吗？我知道你很忙，但是周周他生病了。
要不你就跟我回去吧。你准备什么时候走？你不看就不看呗，去。哎，周周，你看，哎呀，你就应该多呼吸呼吸新鲜空气，你知不知道？这外面挺好看的，真的挺舒服的。回家，马上回家。哎，我说你们大半夜的闹啥子闹？疯了吗？好几个客人都在投诉你们这间房间了。老板，让他走。你别嚷嚷，我跟你说。你看那人，你看，你看他那个状态，你看见了吗？他在你这儿住着，万一……我说是他有病还是你有病哦？行，那我有病，反正他不走，我不走。哎，那边有客人找你，老板。回家，马上回。滚滚滚滚滚！你们两个都给我滚！走吧，人家都不让住了。回家，马上回家。我真，你真动手啊你啊！走了。回家，马上回家。请，下来。我不下，你去哪儿我去哪儿。你不下是吧？我不下，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哎，沈中佑，不是你车不要了？周周，你太狠了你啊！你饿不饿？我饿不行了，我们去吃口东西吧，好吧？我不饿。你不饿，你肚子叫什么？哎呀，说你这人，横竖你是甩不掉我，干嘛跟自己肚子过不去呢？哎，我知道了，我们去吃奶奶家的小面，好不好？哦，也不行。奶奶这两天不出摊儿啊。奶奶怎么了？哦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那她为什么突然之间不出摊了？也不是不出摊儿，她出。奶奶是不是累了？你去陪着她吧，我不用。我一个人挺好的。陈建坤回来了。行，先不说我了。怎么着也得先把肚子填饱吧？啊，走吧，去我那儿住。我回学校宿舍住，哼。走吧，哎呦，走了，走了。吃早餐吧。哦哦，对了。赶紧吃啊，吃完了之后呢把这个药给吃了啊。回去。然后你边吃边听我说我们今天的计划啊，给你提供几个备选，你来选。第一呢，找车友会的人去兜风。第二个是
去电玩城打游戏。你今天不用训练吗？你别管我，你现在需要想的就是你每天干点什么能够让你自己开心。嗯，你到底想干嘛？我问过了，医生的事呢我也帮不上忙，我只能叮嘱你每天按时吃药，所以我每天就在想怎么做你能开心。第三啊，我们可以去江边吃小吃。嗯，第四个，去动物园里喂小动物。第五，可以去游乐园玩海盗船，嗯，去蹦个极。虽然我不是很想玩海盗船，但是你要是开心的话，我们可以一块去嘛，是吧？嗯，第六个，我们叫大家去玩狼人杀呀，去推个本儿。第七个，我们可以去爬山，去野炊一下。周周，饿不饿？吃点，谢谢你。啊，你不吃？不，那你喝点水吧，好不好？肯定渴。真没用啊！真没用。喝一口，喝一口。真没用。哦，那行，那算了。你要不喝点儿？我这看你在这儿都坐了半个多小时了。哎，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要想看，我就陪你看。我是怕你无聊嘛。要不现在也没什么事儿，我们计划一下，明天去干嘛？明天你有比赛，还是别请假了。行。